那么你看看啊，比如说我住的房子啊，那100多万欧元吧，我在西班牙，那都有泳池，对吧？一会儿你都给他放了，也是借你的钱，骗你的钱啊，10万基系列投资也是你借我的钱，你还告诉我，他说，哎，浩东借我的钱，哎，他没还，说这个联盟全还了，哎，你说文龙这都是他自己说的，对吧？哎，联盟都还了你钱，我你大爷的，我这啊你八辈祖宗，你他妈的说我们是骗子啊，我借了钱了。最后联盟都能替我还，你说我们是骗子？18万5亿练什么不好，对吧？你练剑讲话你都讲不清楚，你中国话讲不清楚，你西班牙话你也讲不清楚，你在这儿胡说八道说我们，啊，骗了你啊，借了你的钱，什么7万欧元什么的，一会儿有吧？所有的说有的，我妈的一共你5000还是6000，我都不知道。完小叶五还千，给你了，连他妈这个那个邮费2块多钱都还给你，对吧？都有银行转账。